OK，上一集颇精彩的啊！我这边马上又打起来了，我这个任务完成了。哇，原来现在有大型矿石场哇！这花木兰都出来了。我好像没有看过花木兰说真的，异能王，这个才21等而已，是不是有点欠打？不过我们要搬去那个区域才可以打哦，好像不能跨区打。又招到一个人。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什么时候要搬，我想一下哦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看一下我有没有签成领。但我签过去会不会被我签过去，感觉会打回去。就除非去圣城都可以赢啊，不然我就我去等一下又被打回来，对不对？我考虑了，我考虑了。你们觉得呢？但是那边都很高等呢，感觉我还不适合去拿。但是搬要多少钱啊？我记得很像要钻石，但我忘记要多少。现在多少钻？因为我现在没得那个啊，对，我都忘记要上阵副将了。大地有了吗？哦，大地还没有，真假？这有什么套花木兰啊？